即摆要来讲的，就是吼，延续着顶回讲的，就是我迄阵有讲到这个人类所创造出来的网络虚拟空间吼，已经影响到咱人类的这个生活作息、甲生命安全啊，甚至正面的像 Jasmine Revolution 哈，就是这个虚拟草革命嘛出来啊，茉莉花哈，茉莉花革命出来。啊，另外就是一个负面的，就是讲哦，去予迄个某些专注国家吼，做一寡这个负面文宣啊。所以人类制作有人类了后所制作出来的物件吼，拢属于是讲是工业，就是工业。所以工业呢，有一些工业是比较值得去大家去推广的啊，有一些工业呢是属于比较负面的。所以网络嘛有正面甲负面啊。啊，有个人讲，杨医师，你咧讲的迄个网络的这个虚拟空间，包括那些通路啦，或者是铸造出来那一些这个网络世界啊，这个是不是跟无形世界很像？其实是这样，是勉强拿来解释的。无形的灵界哈，它是阿别有人类以前都存在啊，如果是还没有人类以前存在的，就是比人类的世界更实际，更真实啊，所以灵界是很真实的。那么人类以后存在再铸造出来的空间跟虚拟世界，这是人类工业搁制造出来啊，所以有个人讲啊，这个两个是不是等于？其实不等于，这个是真实存在，灵界是真实存在。人类铸造的这个电脑空间呢，是因为人类的需求铸造出来的，所以它是假象存在。但是假象会变成真相，因为它你的意识、你的思想、你的生活跟它已经产生一片了，融合在一起，变成生命共同体，伊就会变作这里好像是。真的有那一个空间了啊，真的有那个世界啊，所以这哈，这大概要分清楚，要分清楚啊。所以我们在讲，那么现在要不要去用网络？网络既然有正坡有负坡，咱正面的咱还可以给它做传播啊，把它当成一个正面传播工具，传福音啦，传台湾建国啦，传七七八台湾人的思想啦，传这个民主、自由、人权的这个思想。哦，遐个宅男宅女吼，也去接受到。因遐个人即马老实讲，他们要面对外面的空间吼，有时候有一些踏出来的困难，就是要踏出来有困难，所以无紧互因知。啊，遮个人产生动力吼，伫这个啊做茉莉花革命吼，就发生啊。你莫看讲宅男宅女做无力量个，因若团结一个出来吼。政府管不了。第二就是啥，因开始接受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思想，自由惯习啊，所以他接受度很高。所以因若站出来时阵，不顾生命哦，会甲国家引导伊哦。所以我顶回甲这二二八资深过去咱台湾国的这个资深的台湾国的这个英雄吼。我讲啊，恁即马拢八九十岁啊，有诶行将啊，要做台湾省了哈。我讲恁免烦恼，恁的传承在哪里？只要透过网络，把你们的思想透过阮遮少年的尖兵网络平台，把它传出去，这些思想就在少年的心中开始发芽。因为即马手机发展嘛，你随时可以收到资讯嘛。我过最近看这个手机的迄个资讯哈。透过平板也好智慧型手机也好电脑开开也好，这个民主、人权、自由的这个根开始在已经腐蚀了嘛，这变作讲这是正常化，所以要推翻国民党，也是讲要建立台湾国，其实这个就是会用变作一个正好的这个工具这个工具所以我今日特别讲这就是安尼，所以在咱这个加这举办活动的时候，咱拢做记录。这个记录呢，大量的传播哈，善用网络哈，台湾建国的希望哈，
年轻人的继承者就在里面了啊，就是这里底啊。我今天报告到这，谢谢。